好的，那么最终的金曲推荐时刻到来了，唱响天赐金曲，唱响有机生活，让我们进入经典天赐时刻，请声音鉴赏团进行现场合议，推选出本期的推荐金曲。张韶涵和杨和苏的配合是非常默契的，彼此都给对方留出了足够的想象空间，可以让我们去感受他们在声音里的碰撞。胡彦斌和隔壁老樊，其实两个人的音色都非常好听，非常有磁性，很能打动人。苏有朋不是这个舞台上唱的最好的，但是他绝对是最最最用心的，而且他今天呈现的舞台也是最精彩的。那接下来有请声音鉴赏团的代表为我们公布决议。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，我宣布本期的推荐金曲是，我宣布本期的推荐金曲是苏有朋和刘美玲合作的《也许泡沫》。谢谢。登录独家音乐合作平台 QQ 音乐、酷狗音乐、酷我音乐，收听节目精彩音频。登录腾讯视频、爱奇艺、优酷、咪咕视频，观看节目精彩内容。打开 QQ 音乐、酷狗音乐、酷我音乐、咪咕音乐，聆听节目纯享歌曲。关注蓝天下官网、中国蓝 TV、搜狐娱乐、大块新闻、中国青年网、中国网、千罗网、三六零娱乐、环太娱乐、小白娱乐、搜狗浏览器、天翼超高清 WiFi 万能钥匙、一点资讯、巨桃、小鱼、吉阳文化、西半球、新鸟工厂、塔卢文学、咕咚 APP、生活酱、火星小说、游戏 APP、界面新闻客户端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